晚安。晚安，大家嗨！哇，去天晴上庭嗨，娜娜儿佳期，阿尔法九蛋晚安，八姐晚安，姑姑晚安。念念晚安，阿迪布达嗨，新鲜柠檬嗨，晨晨晨晨嗨，北极星晚安，杜晚安。那先化个妆，非常重的黑眼圈。我刚刚上了我近期的最后一个钢琴课，因为我发现我实在太忙了，我没有时间再上课，所以我要先暂时休息。嗨 ，DJ 元豪，晚安。决定不上。对啊，希恩嗨，国树晚安，希恩晚安。太忙了啦，真的太忙了，没有时间上课。还有我哥晚安，嗨。我刚刚看阿飞上面限动，突然开始 dance， 咻dance， 咻。嗨，晚安。我今天是一个颓废风，看起来有点十分的凌乱。先暂停一下也好，不然太……对啊，太忙了。就是你看我这礼拜22到25，真的很忙，太忙了。谢谢塔瓦哥。翠翠晚安 ，Lego 晚安，七流嗨，谢谢塔瓦哥送枫叶。对吼，你也是，你也是先上，可能吧。请假，请起来，请假，请起来。谢谢上庭送玫瑰，俊汉晚安，爱卡丘水锤，范伟晚安，你好，年龄真的很奇怪。阿泽晚安，没事。小猪晚安，夜空 sky 晚安，康米晚安，草莓酱晚安，晚安。你的头像很可爱，我看。啊哈！有，可以，很可爱，很可爱。今晚我想来点嗨，晚安。汤姆晚安，还是你去宠爱当二姐？确定当二姐？你说纯拍照之类的吗？谢谢 DJ 送的枫叶，谢谢。那个真的很可爱，我也觉得。我昨天花了一天的时间看完，终于看完 Netflix 的一部了，终于。就真的是很终于，因为我其实原本是不看美剧的，我想说，可是 Netflix 上面都是美剧，我想说那不然来看一部好了，就一看就看完了。一天一季嘛，对啊，哈哈，那张照片还行吗？赞哦，我觉得很棒。看完同时也天啊，没有啦，我因为一集才25分钟，所以还好，就是很快就看完了。
什么版本的。嗨，天天。你以前的我也好可爱。什么？戴戴嗨。好痒。对啊。对啊。AKB48 近期，哎，不是，不是什么近期。AKB 的演唱会，我发现我平常不画腮红，因为我可能有自带天然腮红。不懂腮红。好痒啊！这新的那个味道真是桃子味，真的不行。嗨，泡芙大叔阿华四个小子，嗨，谢谢瑶瑶。乌泉工商，乌泉工商什么？哈利晚安。什么？哦，鸡肋吗？要吗？你想想。转过就可以了，就是它很尖扎，它硬了两秒。你看这边也有，哎，哎，刚讲啥？开玩笑而已。好声唱哦，超级声唱。你们没那么严啊，是哈，没关系，我等一下就去贴那个，还是我先贴一贴，等我。你看哇，这个超可爱的，那几只小鸡。真的吗？有啊，在后面呢，已经贴上去了、啊，只是还没有在镜头里面而已。为什么？收集更多，对啊，不觉得很赏心悦目吗？Feel
不会转。这可能是最熟悉的两张照片。来贴个七七。什么？你说赏心悦目吗？我觉得挂一个哦，真的是看得很开心。我是看得很开心。你要弄在这里吗？不会夹到吗？不会吧。啊啊，好吧，算了，可恶。你觉得很危险，我刚刚发不行，最后被夹到。因为这边下面也要贴，不然我觉得它有冒着鸡蛋的风险被偷了，刮伤。再贴一个，这个很神之千里。收集啊，就是真的看起来很开心。好的，很棒，但不行，我觉得还是要这边，然后被我遮住。好，今天就这样，还是装饰。哦，我怎么点音乐？我来播什么嘞？播安倍。嗯？什么？晚安，嗨，大家，阿米晚安。小薰晚安，吸血怪阿小晚安。快吃吧，对，我要吃饭了。那我们先让我吃个饭，然后我们来播什么歌？播什么歌？ Just No Juban。
董太晚安。嗨，你吃饭了吗？怎么这两个来看我直播呢？景哥晚安。吃凉什么？它叫什么？我家的鸡腿排很好吃哎，这鸡腿是我没有贴它。很抱歉啊，你说换个位置。I'm so sorry， 我不是有意的，只是。嗨，手套。嗨，杨雄，日常晚安，水球晚安。阿杰，阿杰，那再来一个平台。I'm so sorry. I'm very sorry about that. 那没关系。我然后帮你们找一个好位置。好了，嗨，豆豆讲小夜晚安。对啊，黑色纸胶带。嗯，哎呦，他们贴到电脑上面。我等下就帮忙找一个好的位置。是在 Hello， 你都有直播吗？等一下，我要喝水。等我，等我。嘴巴都是蛋，不是说水吗？没关系啊，都一样啦，差不多啦。
上来，然后拿着你的鸡排。你吃鸡腿？对。你好吃吧？我觉得这个食材。今天怎么那么颓废风？刚上钢琴，有点上完钢琴有点累。然后我又想到我今天的数学成绩有点难过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今天会计考，但是你还是比我高哎。可是会计考89对一题，可是我只对一题选择题而已。真的，所以那是四分是？然后跟一个非选题。八分，是，有说叫你吗？我同学，我跟你讲，我同学叫我写成绩卡片。你叫我？哎呀，给了，我很厉害。我感觉我到底怎么猜的？我真的很厉害。我同学有点害我有点尴尬。嗯？我同学写成绩卡片给我说，他讲说不要虚度光阴，把时间放在一。不要浪费时间在无意的事情，追星。你就爱说你。对。一题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。我那时候我想说一题老师拿出来，就考什么？数学啊。什么数学？断考数学。哦，真的？断考？对啊。然后老师说，你们要重修。有时候有人不想听分数，我就这样。我就默默的举手，然后他说，嗯，好。他说。老师就是这样，我觉得他在讲给我听的。他说，可能就在讲义上你都会写，可是你到了考卷上就不会写，这是常有的事情，没关系啦。可是我看有念书认真的同学都考得蛮好的，耶、yeah! ，被 diss 了。没关系 ，it's OK。我真的不行，我真的不能选我那个答案，气死了。哎，不会的，没有，我是因为没有时间念书啦，因为我最好不是啊，我常常请假，我都请那个、啊，一天有两节数学课。之前我是都请礼拜一，然后请礼拜一有两节数学课，然后礼拜五刚好两周。他说读到哪里去？然后他就是礼拜五都有两节数学啊，然后又刚好放掉。等一下，我传一下肌肉群组。亚洲肌肉那边。要找一张。两张啊？这张。是我说，找一张这个。你说小迪？对啊，就一张啊。怎么了吗？我有没有两张？Kevin 晚安，好宇 Hello， 这上面不是有签名？对，老师要入班这个月了，为什么？我没有个位数，什么意思？我没有个位数。肌肉？为什么这上面对啊？没有签名，因为没有签名啊。你可以加一下，我不想要。什么意思？但是我的还是你的。我觉得还要长长。话如何蛮好的、啊、可是我发现我不太喜欢是很漂亮的花姐，我觉得蛮香的，但是我发现三种搭在一起，三种吗？有点不和谐，我不知道、欸、要紧了吧？对啊，我跟你说，台湾已经很久没有放台风假，尤其是台中。自己想晚安。然后，我不小心把它丢在公司了。哇！我不是，我礼拜六拿回家之后，想说礼拜天要带回台中，然后先去公司放着，说我等一下早上拿，然后我就放在公司了，所以我就把它丢在公司了。Hello 肉肉晚安，肉肉，你说什么礼物？
我没有不喜欢，我是真的想要带回台中，可是我真的忘记，就是我走出公司到楼下的瞬间，我就啊，花忘记拿了，因为我觉得有点远。然后那时候我跟小妹要去吃火锅，我就说我要去拿嘛，她说她感觉她不想回去拿，我就好吧，还是我叫张爸爸帮我拿。然后然后她说我刚到公司楼下嘞，我就说哦，那你要上去？她说啊，我没有卡，然后我就还是我丢在公司，说可以啊，然后我就好吧，那我们去吃火锅吧。你走心不要走心啊，就真的对不起，我把它丢在那边。谢谢洛丽霞送花开正当时，后面有我吗？后面有你吗？我有你的吗？你等一下哦，我有你吗？你有你吗？有你吗？没有你。没有你，我改天再去公司找好吗？我改天再去公司，我帮你贴在后面。不是啊，你还记得吗？那时候剩下最后一张，那时候剩下最后一张啊，然后忘记谁拿走了。他说你要，我说没了。当下。我要去开播了 ，Go Go！ 叹气，没有，我真的蛮不喜欢，只是我真的不小心把它交给公司，我真的很想把它带回来台中养，可是我真的忘记了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不要走心。会非常冗长，没关系，不要紧。有收到礼拜六礼物吗？礼拜六礼物，礼物。讲完了就要睡。对，台湾今年没有台风，今天没有放假啊，不是今天，是今年没有放假。虽然我已经快可能有两三年没有放了，因为台中都不放假，我也很无奈。生日会的。嗯，礼物，我算了，还没，我只是想要涂一下口红，先看一次比较好。对不起，你又不专心了。不会不会，不要这样。给过，我刚刚说我有啊，我说很棒啊，我刚刚前面就讲啊，我说很棒，我喜欢，拍得很好，赞。就说不用看，没关系。粉丝里面，对啊，我下次去再看一下。我有讲话，我说我忘了讲什么，但是我有讲话。Trust me。没有，刚刚小舅我说照片拍有啊，你有讲啊，你说有说，我有看到，我喜欢。对啊，我有讲话，你都没在听我讲话。你在讲你的话？不会的，我相信他还会盛开的。给你那个放回去里面，
里面拿出来，然后那个饭店去里面。小助理说话过了很久咯，很久咯。Two days。我想到我竟然还有同学跟我说，哎，周安生日快乐。我说过很久了。我同学上礼拜说要补给我生日卡片，然后他今天也给我。太慢了。可是我想说要把它写成他。可是好像讲说我的生日卡片好像又很不要脸。对，不要讲，让他忘记。你还没参加生日会啊？可是你们有在 DC 祝他生日快乐。噔噔噔。这是专门放的。嗯？这专门放的。对啊。他来的时候就讲到。最近不是有一首叫《刻在你心里》吗？我唱。很好听。对，我觉得很好听，可是我不会唱。一年月钱695万。不过今年开始拉你，这什么游戏？拉你拉。他说今年冬季气温偏会偏低。拉尼娜现象。拉尼娜。那就是一个现象。Yes yes yes， 最喜欢冷的冬天了。什么助教助？5分钟的好长。欸，我刚看698万不是吗？我刚说698吗？什么东西？那个点阅。什么点阅？刻在你心里面是主题曲。我忘了说，我刚说多少？好像600多，然后现在点进来变700万了。礼物我不能全买，我一定会全都送给小醉的，没有啦。怎么了？我同学送我一堆。嗨，社长，晚安。冷冬天很苦，真的吗？我超喜欢那个。嗨，我超喜欢冬天的，因为我觉得冬天比夏天好太多。就是因为你知道夏天吗？有时候你开冷气太冷，你就觉得哦，怎么冷呢、啊？然后你关掉冷气，哦，怎么那么热？就是你知道冷气没办法调到一个适当温度吗？我就吹冷气就是他穿外套，是不是？睡觉的时候呢，就是要吹冷气，再盖棉被，然后盖，然后又会太热。以后不是你，刮气？什么？以后不是我？不要这样嘛！到后面被吹冷气，对啊，我还盖羽绒被。我们家电费，我今天被我妈念了一顿。太夸张了！太夸张了，电费。要我的饮料吗？嗯。冷静。怒婷 ，Hello 豆豆。家属 ，Hello 季尔东。会痛。嗯。你懂那感觉吗？我知道的。我先，好，我先等一下。好，等一下，先回复一下。不是胃食道逆流，是胃食道逆流。不是，就是二尖瓣脱垂啊，就是常常呼吸会胸痛这样。好痛、哦。心脏会痛吗？这样。现在冷气开着，对，北极熊。手很好听。这个是你有，是吗？是吗？这部电影现在演什么？不知道，没有看过。你知道最近有一部新的偶像剧叫《冰花》。什么？有一部新的剧叫什么？《冰花》。有没有兴趣？小醉要礼物吗？少平想送哎。嗯，不用了。喝咖啡吃甜食又让你胃食道逆流吗？那广告真搞笑。这啥很禁忌？没有啊，这蛮常见的啊。你这样看医生吧，我也看过啦、啊。现在叫我多休息啊，可是
要休息什么啊？不知道休息什么。什么造型吧？嗯。真的不用。哎，这别人家送我生日礼物都不知道送什么。刚刚汪很聪明，他送你香水。你看他说他感觉礼物很难选，因为我什么都不缺的。都会想去深浅。哎、欸，没有这个我要。谢谢新人分享直播间。这很香哎、欸。不是啦，就是你只要呼吸呼到一个点，就是大概呼吸到四分，你就不能再呼上去了，因为再呼上去会痛。他说这香水很香，可是我一拿出来的时候，里面有一只小虫虫，它在那边飘，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到，一定看不到，因为很小声。我也不懂为什么香水里面会有小虫虫，它在那边漂浮、欸。在哪里？有吗？有一个漂浮飘去飘去，在那里。他不见了，你们刚好看到吗？一瞬间。啊，他在这里，他在这里，他在这里。就一只小虫虫在里面呢，有在这里，黑黑的一点，心配棒棒。这里面有一个黑黑的小虫虫，这里要喷粉丝。做记号，你没有看到吗？这什么呀、啊？啊，二周年的，啊不是一周年 ，AKB 演唱会。听 TV 打八嘞，阿定。解释为天然沉淀物，我怎么死了？很香，不喜欢。嘿，蛮好闻的。那你给我讲。对啊，还有的，然后是什么 ？Yes, we are ready。我跟一个摊贩领，我想说我要跟谁领，我就算要去哪里领，哪里领，他在哪里领，然后我就问路人，两个女生嘛，还不认识哦，问那个我学姐，我就说是要去哪里领，哦，就刚好他在跟你上面讲。怀念的手工，真的很怀念台北的小巨蛋一周年。对，然后还有另外一首，紧握初衷。紧握初衷是哪一个歌词啊？樱花瓣。紧握初衷，哒哒哒哒，当眼神闪烁，在说。三千五，我真的觉得。没事，你看他附了小巨蛋的图，他要写英文，你真棒。小巨麻烦不要连名带姓叫。啊没有，我叫谁都是全名。对，就像他会叫我周展一样，他不会叫我。真恶心。除了叫小。怪物展出。其他都会叫全名。为什么会有这一张啊？这张为什么会在这？就是入场的时候那个购物站出的广告。广告啊，验票的时候进去的时候。Mickey 好正，购物站出。可是我没有玩过，我知道他之前有联名很多东西。不是当时应该玩一下。可是我太明，对啊，我知道，他那时候很常玩那个游戏。好的，我们现在把它组合出去。嗯。今天就贴在这里是吗？可以。
Oh my god, hi! 那个二姐。嗨，你好。问他为什么一进来我的直播间被崩掉？不好意思，我是一个会看 DC 的人。不要按到你在下面留言。他真的很，我觉得他一定很问号，说哈，为什么我一进台就被崩了？哎，你是崩永久？对啊，我都是崩永久，一崩就是崩永久。不会，我在开玩笑。好，那不行，今天就在这里。那好像不行，然后还没看到这个。哈，他会跟你什么意思？你想要跟他聊天是吗？我看蛮好玩的，然后想跟他聊什么。可恶，他说要把姐分，然后等下会来呛我。哎，你呛回去。我不要啊。微微大大 ，Hello， 一 T， 他是一 T 哦，谁叫他唱我是绿色的，绿色，为什么是绿色？你们还这边还会说你？好啊，你讲啊，奇怪，别乱讲话。不要乱讲话，你不要乱讲话。本人名就紫色，绿色是谁啊？特工吗？应援，绿色特工，有这个人吗？丽卡被卢卡抢走，丽卡被卢卡抢。哦，对啊，因为他们最近比较好。也没有抢走的问题吧，就是自然而然，就是性质相近的人就会变成朋友。是因为那个吗？猜拳？没有，他们在那之前就很好。我不知道怎么我突然变好了。可能都因为有阿卡吧。阿卡是？就 R 跟 KA， 就利卡跟卢卡。朋友，我的朋友啊，我朋友是，为什么要想超组的大家？我们要跟谁最好欸？因为我跟大家都很好，我没有一个就是特别。可是如果一起去演唱，不是公演会场的话，坐我旁边都是张小姐。我要说你们是我朋友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因为我刚刚想说成员，为什么那么爱讲成员？很胖哦，跟我毛狗，他都面相，就是有边缘人。你要说林一红，抓到大滴滴，
林一提亚。闭嘴！家嫂晚安。你知道那天哦，如彼之歌，懂了。那天吴绮慧他在握手会的时候，前面他说为什么你直播那么可爱？我说啊，他又在讲一次。我说他说你说你是不懂。我说对啊。我说我怎么会吗？你刚有没有讲话吗？没有。握手会没有，我说生日会。啊？什么？我说吴绮慧啊，他说我直播上都很可爱。谁？吴绮慧。说你。直播上。都很可爱。对。本人不可爱。我说啊，哪里？我说你不懂啊，我说我不懂。听到我什么？对，我刚刚讲错了。所以本人不可爱。他说我直播有另一种气息，跟本人不一样。好，我也想要吃螃蟹啦！螃蟹。我就觉得刘海还有点遮住我的视线。谢谢。好，就不是，我原本要去吃螃蟹的，为什么你现在长得很奇怪？刘海不是刘海，干净。嗯，很诡异，真的，感谢。不是，我真的原本要去吃螃蟹的，只是我答应姐姐之后，我就要我要手不休呢，不行，可恶。对啊，我原本要去呢，本来是我呢。姐说：“你喜欢吃螃蟹？”我说：“喜欢呀。”他说：“我说好啊。”真的是宅内呢，我一直很难过，我就听他们吃螃蟹，我就不行。没关系，我自己去吃。
半分钟，三十秒。这个图案是死亡芭比吧？对啊，我被柜姐骗了。你相信吗？好了，我好了。等一下，我清一下嘴巴。你知道那饭店卷还在我嘴巴里面。好，我回来继续吃饭。小助理代班，十秒了。去年要等三个。重分。你最后打算刘海，应该还是刘海吧？我的头太高了。啊，它掉嘞！维迪，笑死！啊！哦，在冰又出新歌了，算我没有什么兴趣。因为我只刚好看到他两周前1.81，我觉得有点厉害。那我们来听，杨娟真的好强哦。哦，是你设计的，厉害哦，可以呢。会带着出门吗？没有，带这个出门真的是不能看，这真的不能看，而且我真的不喜欢人家在上课的时候带着，真的不行哎，真的不行哎。油亮的额头，我们要当他是奶油肌。哦哟，有帅！我刚怎么跳，我都整个人都在荧幕外面了。我脚好酸。我也是在火车上看一个女生，那个怎么为什么？马上凉汗喽！你喜欢？对啊，因为我喜欢唱那个 rap， 虽然我每次都唱不准。不是这个。而且这个 MV 我觉得拍得很棒。我们前面四个人在做这个，第一次看到这个觉得很酷。我刚那个话就
我们超整齐的，真的整齐到不行，自己讲。流氓蹲，不觉得吗？流氓蹲。哦，豆妹，那你，哎周，你看，哦豆嘞，真的很丑哎，真的很整齐，可是我觉得我们分给很乱。穿裙子跳，哦，对，真的很不行，而且我真的很希望那套衣服，有一天可以帮我把它折扎起来，真的很，我真的很希望它可以扎起来。被鸡腿，两两都不是哎、欸，没有啊，我平常会叫他本名。不能扎，不是啊，是他那件衣服版就是不能扎，他的设计版就是这样。对，不能唱完整，我就怎样满步是不是？可是我唱不完，我一天天练起来给你听。你吃完了还没？还没，休息。我也很有趣，大家就是集体的，再过去打一圈，然后再往后跳，再往前，再飞，哒哒哒哒哒哒，集中，出，哦，就这样，就是。宣扬晚安，你舞单发行前能要能唱完100张，算了，不要太多了，我会不知道跟你聊什么。舞单发行前不知道什么情况，还好刚超过了，你看刚整形完。嗨，田中豆丽，我吃东西看没？看看，不要叫我吃饭，你问他。喂。哎呀，很呛。想打喷嚏？不是，我突然想要接出去东西，很呛啊！照进度，最晚明年可以了。最晚吗？明年一点拍单，认真吗？我记得二跟三是在同一年发的，一个是年年初吗？六月吗？四月？三月？因为我没有去二单，
你就去单的乐器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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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一年两单对不对？但今年有 delay。BNK 我之前看的是一年三单吗？那么多。对啊。我今年。我看一下哦。好的好的。就你最会浪费钱。鸡尾包。为何？那一百单要拒绝？没有，我不是拒绝你，是因为我觉得太浪费了。我觉得不是，我不想让你花这么多钱。BNK， 我也很想要一百张，可是我对不起你花的钱钱。我看一下哦，他们。第一张是2017年八月，然后在十二月，2018年是哦五月、九月、十二月。嗯，我说 BNK， 很厉害耶！今年发了三月跟七月。那他没有出专辑吗？专辑两张。为你的两年，我可以减少其他人。居然吗？两张会不会被拒绝？不会。常常就觉得两单有点可怕吗？太多了。新野人嗨，27、32。嗯，27月32。嗯，我刚刚讲吗？7、32。啊，是我们的吗？五张推广配版，我有看到，我有看到，谢谢罗瑞笑。看到，就是罗瑞笑，他要帮我推广，然后就是五张券，说发给女番，因为我说女番很少。嗯。好，可以去哪？已经没了。哦，真的。对。哎，我还有，我好像还有三张没有。哎，还是我去帮你发推广券。那傻眼。什么推广？噔噔噔噔噔。嗯，有人要握一百张大奖跟他握，一开心的握是吗？谢耳朵 ，Hello。嗨，小雨，这次不知道握什么，就是啊，不知道握几张哦，看。那你想要我就是自己的预算在多少吧？对啊，就是你要在自己的能力内负担得了，要坚信自己有这样的价值就行了。好，谢谢。明年烧烤其实就有钱花，你猜猜？要被嘴炮？什么被嘴炮？你觉得我要不要去握小弟？别问我，你自己想去握就握啊。但小迪记得你，小迪啊，对啊 ，bingo， 他想问小迪，哎、欸，为什么会有这个、啊？他是后面的那个吧？哎、欸，他九分钟，噔噔噔噔，哎，看一下这个平面拍摄。为什么最近开头都是这个？不可能不记得吧，长得很像。
在里面推广女伴被嘴巴，被谁嘴巴、啊？魔镜十全集，想握小助理，小助理都不给握，他为什么要给你握呢？一样三的样，两个一起握吗？填几张可以换小助理？给钱的。他不要握手券，他谁要 money？谁推广啊？你说被家人呛爆吗？只能卖两百。红包过来，等待了真龙节的待遇。我一开始一直很担心这个礼拜会下雨，还好，今天只有30%到60%， OK 的。可能还没开始。下午有可能嘞、欸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不要！这个了他吗？看报，看报很恶心，不行。嗯，但是它好吃。对，我每次觉得去你们，它的鸡腿好吃。嗯，每次去那个活动现场都觉得可汗。那你不要去啊。那你就想握手。这种很怕，很害怕。说什么？手套又不会，啊、不是手套不会吃，粉丝又不会吃人，真抱歉哦。
复习一下。好，绿色公园。啊，错了。等一下，不行，又跳错。先来一个 reset。有点害怕。我要剑桃公园。你不知道？哎，你跌倒那个？对，脚跌。啊，错了，这什么、啊？可以听啊，可以唱吗？哦、oh, ，我们就是听 TP。我没有说不行吗？没有哎、欸，可是我会怕。这个，我要自己互动。感觉到了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一二还没扭动，不行，我要四转，不然可怕。不行，太可怕了。
我觉得我现在对他有点阴影，我现在不敢转，你知道吗？太可怕了，我现在很怕哎、欸，直接转出去。别急，传到停不下。哎呦，什么梗？我在那边蹲着，脚超酸的。我这蹲到脚真的是，我就在抖呢。怎么办？快快快快快，快到快到快到。然后就，然后噎到，然后我已经都不敢砸。为什么不敢砸？可以砸，只是我不敢砸，我怕我等下放错掉，崩掉。这个定格在那边。你知道其他原唱歌人吗？我知道别人我不会跳，我知道剧场女神、目击者，还有什么最知名的吗？这几个。哦，有听过。飞兜风没听过，制服之家有，现在恋爱都有。嗨，牛排，又定格，我讲。转圈，我都快被甩出去。这是什么？不能太油，也是神公演。向日葵，我听过这个。先走，晚安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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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看女朋友。小朋友在掉衣服，虽然上次是我掉的，可我曾经再掉一次。你是故意的，对不对，小猪？可以做你女友吗？这个？你在睡觉吗？为什么在我的床上？你知道什么吗？李尚廷？可以做你女友吗？这首我觉得是很喜欢你。可以。我等一下那个间奏，我俩怎么会跳哎？先大腿。奇妙装置，我也想知道。姐，谁是你姐？欢迎战士。这也是奇妙动作。他长这样哎，这都是什么奇怪的动作？来了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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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你左音。我好热门，对，哇哦！你家唱。
这张也看了很多次，其实 solo com。你也想跳？你要当周星星吗？我爸还在呢。然后我跟你们说，我那天被狗狗发的那个风照，你有看到吗？啊？不是，他的贴文，他发了一张我们扮丑照。你有看到？对，你最丑。对，不是，你知道他原本啊啊，大家的妆丑照还有点可爱的。不是不是，因为我们原本他原本没有要发那张。对的。嗯。你被卖掉了。他不想卖。对的。嗯。真的，是认真的，他就来跟我说对不起。因为我们那时候就在讲说。结果呢？哇！他说：“算了，没关系。”笑死哎、欸！大家真的很……好热哦！打死啊！来了来了来了！我会跳那个，我不太会跳，熊妹很会跳。跳舞。我都不会跳，我想跳这首。这是什么？是哪一首？制服的抵抗，是很帅的那个。真的想要跳这一首？这个身材是汤姆米，不是我说你。麻油。早安，你走。
三个一零一面跳，很好看，看吗？对啊。哎，你头发刚撸进。也是好棒，我喜欢那个。现在那个是谁啊？有个女生，上一次的那个，她跳，她眼神超棒的，横山结衣，想起来了，超级漂亮的，跳远吊人胃口，来看公园吗？我会发电，我会办鞋盒。真的很丑不行，真的超好看，那个妖精很好。阿杰，我想要跳中间那个，那个感觉很酷。真的表情哦，真的太诱人。房间，我没有用房间网络，你用房间网络，我都用四 G。你又想要看偷啦？又想看偷啦？偷已经开始壁咚了，真的舞王，我看到三个有三个成员一起跳的，超厉害。大家跳很久，跳不回去。转圈。我也想跳这首。我想要学这首，结衣老师说，结衣真的很厉害哎。我也会跳鸡蛋。平衡跳那个超好看的。
到这个超帅，可是我也想要穿蛋糕装。欢迎小，欢迎小会跳的。不知道这次会被指到的王子是谁？笑不是我。我不是拍拍，不行，再换一首吧。其实我上次有跳错，一开始在一起唱夜才对，然后我没唱到，虽然我好像觉得好像演示的蛮好的。耶，这首真的很简单，因为这首歌其实主要在唱歌，虽然我唱得快蛮熟。要我一扫出去吗？可是我觉得甩不远欸，你就整颗丢出去吗？你会拿手套接，笑死了，当棒球是不是？可是这不好吧，我们要舞台效果，我们要那条长长的，然后长很美那画面。我想直接跳到嘟嘟嘟了，希望这个是可以坐第一排，坐前排，还有塔瓦哥呢。噔噔噔噔，我就是想说，大家看旁边的人，我就很尴尬。
那我们这怎么臭脸？表情做不出来啊，看我哥有要用那个吗？你有要用吗？你有那个什么 A 牌教你做看垃圾脸，垃圾的眼神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讲话啊？什么叫垃圾的眼神？其实我一开始做不太起来这个，因为我觉得很容易倒下去，仰卧起坐。Confession report。这组这个动作跟我们做的不太一样，他们转身方跟我们不同边。还是衣服不对，你说我现在吗？噔噔噔，好，我不会这样跳了。我很请别讲，一层 hello， 姑姑妹 hello， 一闪一闪出来的这个动作。
这个，所以我就没法做出来，算了。跳一轮了，那个啊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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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怎么讲？我下次我要跳 popping。全部人都在性感，然后我一直原因。嘟嘟嘟，我狂奔了。太大心。谢谢新人送普通福袋。嗨，你好。不是洗衣服，是送礼物。社长送新会员棒，嗨，蛋塔你好。
等下再立一下。嗨，怎么了？吃饱了。吃饱了。谢了。家人面前有报纸，这是什么歌？白色情人节。小智想讲什么呢？行，我在这边被挡住了。还是我要叫前面的人蹲低。跳高一点会不会点身上？啊，虎哥。在。在。什么还？改正会变一到右臂 ，so sad。还是我不要站在他正后面，我偷移一下位置，就是可能不要站在正后，站在。Keep so busy, one piece, one piece。直接来星空了，把别人吓。感觉好，我就可以进入梦之中了。
王蕊的歌。玉萍晚安。我这次头发一样整齐，按下去吧，好酸。僵尸片。Hello， 古早味，宏伟，你好。嗯，表情。你穿好伞。这组到这首歌就复活了。晚安，我就中了，没有，其实我不是总中，我真的没有想到我是这首 C 位啦。好吃吗？谢谢卡比送掌声鼓励，卡比。牛排送我三连三油，嗨阿龟。噔噔噔，第十名是新眼人，第九名是九蛋，谢谢新眼人，谢谢九蛋，
第八名是玉安，谢谢玉安。第七名是浩毅，谢谢浩毅。第六名是唐瓦哥，谢谢唐瓦哥。第五名是 DJ， 谢谢 DJ。第四名是朱里恩，谢谢朱里恩。第三是傅伟，谢谢傅伟哥。第二是命，谢谢命。第一名是落日笑，谢谢落日笑，谢谢。辛苦了大家，我们现在是直播在，是不是礼拜三啊？啊，重修完。是哎、欸。什么巨人？小公演完成，对，完成。我们礼拜四见。礼拜四。是礼拜四哎、欸。噔噔噔噔，好，我们哎、欸、不对，我们现在礼拜三见哦。我们礼拜三晚上九点，我那个重补修完，大家见面。我可以跟你们分享我第一次重补修，我觉得我不是第一次。哎呀，不行，改时间我要加播哎。拜拜，拜拜，晚喽，晚安，辛苦大家了。拜拜，谢谢社长，你怎么待这么久？好感动哦，天哪，谢谢，我是你的忠实粉丝，谢谢，晚安，晚安哦。比你还早下班吗？晚安，晚安，拜拜拜拜，真乖喽。拜拜，拜拜，来，拜拜，四姑，你看雨水好不好？什么叫什么意思？晚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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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人还要你，哎、欸，你们不下吗？要等我关是吗？拜拜。那你要关吗？再拜拜，拜拜，再拜一下。拜拜拜拜拜，好了，真拜。